虚空中第一法则，别死。前面这人，绝对值得。 我们的辅助还蛮凶的，一直跟他在掰他，别打他呀！ 还好，我卡急了，我的天！真的下水了，他应该也卡了，但我比较关键，他是等待着死亡，我是需要一些操作。 哦 ，AD 好像还有闪 ，AD 还有闪。 打野人，没把他 W 死，有点可惜。 没有人来救我，这就是个死环。
都没演的吗？生存是我们都有的。虚空吞噬不了我，但是行动起来，这一次看我一定是不错。相信他。
谁能帮他们解决心结。去呀，无趣。这就是我的意义。学着点。时间一直在变。我是为了狩猎而来的，但得有战士，才能有些美的果实。有人看到我就会吓得后退，可是在这身躯壳下，他们知道我的力气是一样的。中原应该双排的吧，这样子帮他蹲人。前面一直在抓住，只可惜对面不给他杀。这阵子再有两刀，他又没了。对，中原也 CD 不了啊，他们真的。到处都是。
追石头人呀，你追我干什么呀？太讨厌了。哎呀，他太讨厌了。国服的排位怎么那么难玩啊？石头人第二个大招都打好了，我看他 CD 多少，64秒，打的还挺神。哇，这个国服的排位太狠，真的都是狠角色，太离谱。大家是想着怎么操作？没有想着怎么赢。这样子被杀了吗？我旁边的人呢？哇，我在这站了多久？站了30秒、40秒，我操！然后对面还把我约了，结果是好的，但是我也很奇怪，我的队友他们第一时间干嘛去了？没过来，不敢过来是吗？这盘这个石头人是个正常的，很猛。哎，为什么我不能快速进化呀？我怎么之前可以的，现在不行了？是我哪里出了问题？这个人打不动了。
对呀、啊，我是鼠标点的时候同时按 D 啊，那每次都不行。这怒怒是个狠角色，他刚刚那个艾克打他，再把我打死了，他给我掏了个大。虽然他也确实死不了，但他这一刻我很感动。正常应该不是这样子。75，我还出了个箱子，牛掰！这个道具现在好像挺没用的。利用他们的弱点。说你个操作！青钢影没有死啊！啊，这青钢影为什么没有死啊？我这波如果是十字搞，这青钢影肯定死了。这个大也很关键啊，射人还是不怎么痛。是很不想进，但最后还是选择进去了。哎，这波不该进的。啊，这个石头人撞了，不是第一时间打的话，有可能把那个 AD 打死。我这波其实不上就好了，我后续再打，这石头人也不一定死，感觉。
石头人还是太猛，这样子这波团战都能把格莱文一秒。要回头闪现大招啊，这波 A 哥塔挺赚的。哎，下个局。